所以说，你说你今年的愿望，希望买一台红牌的重机车。对，你喜欢骑重机？我喜欢骑，我不管是白牌还是红牌，只要有挡可以打挡都好。对，就希望有一台可以在台北骑的车。对。之前考驾照考了两次，是败在哪一关？讲到这个就是觉得心酸。我待在那个直线加速25以上，然后要急刷，然后因为平常驾训班的车就会有点 KK 的，就是有时候你大概档会卡住，所以我都会就是踩勾勾，然后我那天就觉得很顺，就油门一吹就40停不下来，就哔哔哔哔哔，然后一直叫，然后就死在那一关。对，但是其实我觉得只要你平常兴趣考，基本上一定会过。嗯。那有什么建议给想要接触重机的女性？女性吗？我觉得，不要去害怕受伤，你只要护具做好，不要去害怕受伤，不要去害怕摔车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兴趣很重要，只要你喜欢，我觉得可以去享受那个幻想的感觉，去乘风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是我自己的兴趣啊，不是很多女生喜欢的东西。那像我自己本身会去溯溪啊，然后去跑山，就比较偏危险性，通常一定会摔，但是真的不要怕摔，因为你不是，你不会知道这个的乐趣在哪里。对。